4月26日，美国福建同乡会陈学端主席、陈恒后任主席一起前往纽约市警察局第9分局，颁发奖牌，表扬局长 Ralph Clement 领导友方以及两位警官 Sergeant James Kitty 和 Detective Sean Donahue 的英勇表现。